卫人民安宁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。我们保卫国家就从来不分什么大年三十。又接到这个通知，接到这个命令以后呢，说句实话，心里非常激动，而且呢也感到无上的光荣。我觉得在我们部队里说，交任务就是交信任，所有的队员都是有信心，而且也是有能力能够把这一次的这个支援保障任务呢圆满的完成好。